山有叫佛山新城嚇，咁就喺呢個南站廣州南站過嚟咧，就融合咗咧就係三條地鐵兩條城軌嘅，亦都有一個叫做保利廣場，隔離亦都有洲際酒店，隔離亦都有保利中心。而隔離圍住呢個保利廣場，亦都有8000多户嘅保利嘅住宅，啊，上面亦都係商業體。咁所以嚟講，呢個保利廣場已經開業咗噶啦。咁亦都係講緊係今年嘅年頭咧就開業，咁啊有呢個係半年嘅時間嚇。咁亦都係講緊係非常之暢旺啦。咁而我哋公司好榮幸啦。咁佢樓下嘅車位咧，其實3個月咧，其實已經係賣曬所有嘅車位，成500多個車位。咁我哋同一啲叫友好合作方咧，佢嘅持貨就分一啲俾我哋嚇，咁就所以能夠入手呢個保利廣場嘅商業車位，係有產權有紅本啊。咁呢個係我哋嘅最終嘅把關嚇，亦都係講緊係最優質嘅，因為點解你知機會都難逢嘅。